台湾艺人陈乔恩今日在香港出席游戏机发布会，你会不会跟男朋友一起打机的？跟朋友一起对打。问你男朋友、哦、我没有男朋友。那你最近忙着什么啊？那现在在拍的是在上海、伦敦还有台湾要拍的一个偶像剧，叫做《剩女的代价》啊，胜利的胜，胜雷。对，要拍到十二月中，最近在赶拍这一部戏。陈乔恩话：，寻日嚟香港，听日就要走，咁你有冇时间 shopping 啊？还好，因为我现在这个《剩女的代价》这一部戏，全部就是。我们谈的衣服都谈得非常的厉害，偶像剧其实没有这样子名牌 sponsor 赞助，所以我想买下来，我想我拍这个戏不太需要 shopping， 就是买那个买戏服就好了。